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神真破坏之王。Hello，Hello。好，等一下，你好 OK 了。你说你要什么？乒乓球，我看。乒乓球，你看我会录到你的手机画面哦，没问题吧？哪里有钱？好。那你说的星球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找得到吗？问一下，你找得到吗？我先升一下，等哦，等我一下。好，所以星球球嘞？您说这个吗？不是吧？不是 BP 吧？找得到吗？这个？所以找得到吗？那一定找到吗？那什么世界 BOSS 祖龙将于本周日晚上20点降临，BOSS 们的幕后大佬究竟长什么样子？大家快点蹲点位，听无他吧。所以你找得到吗？还是说就先别管了，我们就直接再来打一场合作模式，要不要？就是一样听我指挥，可以吗？一样，今天把它补满吧。我是觉得你可以先不用合啊，我只是觉得可以先不要合啊，你把它补满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啊，你说是不是？
我喝出了一个垃圾。反正先把它填满。先不用喝啦，没关系。先把它填满了。然后，那个暴衣，我的意思是雷暴衣和雷暴衣，然后火衣，然后再好，然后先停，先继续放满。合一和火一，然后停，然后先停，合一、合二、合一个合二，合不是讲错，合二、合一个火二，雷一和雷一。然后先去放满，然后火一，然后我看看啊，先看一下，让我看看，先放满，再不然就是爆二。然后接下来就先填满，火二，然后接下来就放满，堆，然后一样先放满，多，试试看，爆三吗？要吗？哎，可以，然后先把毒升到最高 ，LV。
然后看看，然后再把它，然后再把格子补满，然后那个毒刺就是，然后那毒刺就是不要碰它了。然后我看一下啊，先把你左下角不是，也可以啊，先把你左下角的灰衣和上面的毒刺调换位置。然后。我刚应该可以调换，哦，不能调换位置哦，所以我记错了。我这时候要那个转换球球才可以。那不然就先把火的升到最高。哦，我知道，这阵容就是要逼我走投无路啊。拜托，然后我看看哦，你的话，我说最近把火的 LV 升满，爆二，什么？我说爆，好，然后看看，火二，不对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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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雷二，现在，然后我看看，雷二。怎么了？然后读一，先把它放满好了。合一。读二。合一报一，啊不是，我说是，好了也行，我看一下啊，回忆，然后活儿，回忆。然后报一，合二报二，然后我觉得可以先试试看，不知道能不能成功。雷三不对，而且是要往右合哦，爆三和合三往右合看可不可以？
哇，成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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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碎啦！然后我这里也成功了啦！哇，好爽哦！我成功，成功了。然后再看一下那边，你那边既然都有暴射了，那你干脆把暴升4好了。你干脆先把暴升到最高。等一下，好，然后爆一，然后接下来就先不要喝。那现在你不要动它，不要动它，不要动那个核四，不要动火一。和一毒一，我看试看火二和二，然后接下来就是先把它补满，那先不要动它了。毒一。然后先把它补满，爆 LV Max 需要。然后火一，然后再把它补满。然后我现在还在想到底需不需要把那两个四和哦，我的天，你不要爆一，火二。毒3有机会哦，有机会，补满。这个最后一个格子如果是爆一的话，那我觉得就有机会了。爆一，然后停，这跟我想的虽然有点不一样。我现在我要再打一次毒哦，真的，我说真的，你接下来这个打赌你可以不用跟着我做，就是你要不要试试看，不要的话可以说不可以，你要不要试试看把和四和爆四合在一起，刚留着护起来比较好。啊，抱歉，对不起，失败了。我看看，我除了把最上面，现在除了把最上面那两个灰合起来以外，没有办法了，应该没有其他办法了。啊，我。火一，没想到让他开这么厉害的地方。和二，等一下啊！原本想让你和那个的，停，让和一和他旁边那一个灰一合体。然后再爆二，试看爆3，豁出去了，碎呀！啊，成功了，和1爆1，和1爆1，我说和1爆1，哎，等一下，我们现在60，哎，不对，55，那。回
火二，火二，有没有机会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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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可惜。你可以先把那个合体的 LV 升到 Max， 不然他那个四在那边也挺占空位的。哦，是，好，先等一下，停，照我说的行动，照我说的行动，噔，合一爆一，然后合一独一。然后，哎，我，对，现在就尽可能的把他们都全部合成一遍，快点，尽你所能，不是，先不要合，火的不要合，然后先把它补满，火一。火一，独一和合一，独一合一，然后不满，火一，读一下下面的河道，下面的火山河道上面的火山，我说河道上面的算了，愿不愿意读一下？火四，哎，先不要喝，可能他会把其中一个给爆掉。好，试试看火四要不要？唯一的机会，如果他是啊，还可以勉强。合一，不要，合一独一。然后另一个合一就和那个火一合，合一火一，然后合一和中间的那个灰一合起来，然后火二，然后先把他们补满。毒二，最后集合，尝试看看，毒三，哎，还可以，补满，66嘞，你抢六七了，嗯，补满，没有机会。非常的有机会，你现在的怪物强到我没办法一击秒杀了，不要，好险，河流是要干嘛啊？火一，火二。停，合二爆二，然后停，合三，哎，可以，先停了，我看一下，合一火一，合一火一。幸好毒四还在，火二，哎，火六很好，火六蛮好的，不要啊，可惜71耶，跟前两局好很多耶，跟前两局比起来好很多，有没有？我可以开3次合作宝箱了呢。哇，爽！
我第一次打小熊英雄的合作模式，可以打得那么舒服，那么爽哎、欸！哇，好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，嗯。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不妨帮忙按个赞、订阅、加分享以及开小铃铛哦。那么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